好，再来看看这位话题人物呢，他是谁呢？我们来看到是前广三集团总裁曾正仁他的妻子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呢，这个曾正仁他名列十大经济要犯呢，这债留台湾，但是却逃往海外。但他的妻子呢，陈燕京却是被发现上个礼拜参加了大陆综艺节目录影，也因为他外形亮眼、身材姣好，受到了瞩目。那么还六名观众比赛歌词接力，他还因此闯进了冠军赛。一身碎花，露背小洋装，秀出修长美腿。我是澳洲来的朱古力，我叫安妮，我生在台北。自我介绍是台北小孩，不过有秘密没说出口。其实她是前广三集团总裁曾正仁的美娇娘陈燕京。要儿明年一样会回来，有我等到双鬓斑白。正确，幸福是热的。恭喜接唱成功。虽然偶尔会走音，不过陈燕京一路过关斩将，杀进冠军赛。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，爱我中华。耶、yeah, ，恭喜！遇到自己出彩，就来这招装可爱。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，我是朱古力。别人唱歌，他还帮忙伴舞，超热气氛。曾正仁遭通缉逃亡，小他19岁的太太毫不忌讳现身大陆综艺节目上，一个多小时录影，从头秀到尾，出尽风头。这是黄一群、黄一芬采访报道。